嗨嗨，我叫海潮，然后今年25岁了，在乐团里面担任的是二胡记，因为二胡是众所周知都是非常难的乐器，因为要找音准，然后二胡的话就相当于是西洋乐的小提琴，在一个曲子里面都是主旋律为主。二胡跟它只有两根弦，虽然只有两根弦，但是它什么音都可以拉。然后这个有这个弓子，然后这个弓子呢，就是这个就是用马尾做的，就是马的尾巴，它有这个蟒皮，那个蟒蛇的皮。对对对对、哦，就是不同的蟒可能出来的音色不同。像我的话，就是从小学习就是我们这个民乐嘛，我从小就很感兴趣。然后这个呢，也给我在平时的生活中带来很大的自信。音乐可以改变，就是自己的性格吧。像我小时候，没有在学习音乐之前，没有学二胡之前，我是一个性格非常非常内向的一个女孩。但是我自从学了音乐之后，性格就首先就越来越开朗了。自信我觉得是要源于就是说你对一个事情的一种信念吧。